备注，开炒，开撕。好，接下去每天的应该。好，全部分好之后，把豆皮清皮挑出来，把二层的这头用刀打开水，把这挑出来的豆皮清皮包裹成半圆圈，再把不锈钢圈倒进去。好，再倒好之后，再把豆皮分开，再把这个之前削好的猪针下成猪心砸下去，放心摆好，不要砸偏。然后把这肚子尖头砍掉，再把这一堆剥开。好，再剥开之后，把它再一个反针砸进去，这样永远掉出来，直接往里砸。好，可以，再把这一去掉。好，再把这并在一起，把这头开砍齐。好，再把去后面打眼穿挂绳。好，再这样做到缩下，因为毛边的。好，再接下去这一穿边挂绳，然后这两个用火把它烤一下，对接上就可以了。好，再把它对接，给它冷却之后，把挤出来多余的把它剪掉。好，再刷过之后可以挂起来，也可以放在灶台上。